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在这边直接用一个那个，就是架手机的东西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吧。你说哪边？不用吧。真的吗？要不然你们要一直拿着。我们很少在车上拍啊。是吗？是啊。我看小妹妹他们。小妹妹。你的痘痘。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马上就被你们带坏了。我们不要再提反骨这件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对对，要仰头四主角，对对对，他那个音是那边，好笑。我们今天再去研究他到底有没有在讲。